皇上，是令妃娘娘在叫您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丽妃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您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，皇上听臣妾解释。哎呀，丽妃娘娘，哎，皇上，哎哎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！皇上，臣妾已经侍奉皇上，不知错在何处啊？那你觉得是朕的错？皇上当然没错。那是皇后的错。臣妾不敢。那就只能是你的错，自己的错自己担着。哎呦，丽妃娘娘，你快起来吧，丽妃娘娘，起驾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容妃，本宫真的有身孕了。当然了，娘娘。 您今儿问了千儿八百遍了，不用喝做到药就这么顺利的有了。您这是高兴坏了。本宫不是高兴坏了，本宫是不敢相信。您有了孩子，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，那就好了。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，皇上高兴，去凤仙殿。 即告列祖列宗了。本宫和皇上的心结倒是解了，只是皇上这阵子担心变老的心结，不知能不能过得去。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呢？皇上今儿不是已经答应娘娘不再喝陆雪酒，好生调养。知道喜讯后高兴成那般模样，皇上。 一定会珍重龙体，振作精神的。但愿皇上能明白，年岁渐长，身体健弱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和钦天监所言的父子相克，又有何干系呢？皇上会明白的。娘娘，您这胎来的不易，往后得更加珍重身子。别再想那些了。 早些安置，对龙胎有益。谁了？皇阿玛，继后乌拉那拉氏玉玺，儿子终于可以再添一个嫡子了。儿子到了这个年岁。 不知怎么的，对于生老病死，竟也畏惧起来。但无论如何，儿子会振作精神，不再胡为，也会好生的保养自己。嗯、皇上，启祥宫来报，嘉贵妃玉玺三个多月了，请求停了置换经幡，好生养胎。真的。 太乙已经把过脉了，应该不会有错。这是好事啊，确实不能让嘉贵妃辛劳了。朕把这个消息告诉皇后。是。皇帝可盼嫡子，皇后玉玺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也是大清的福泽。皇后这把年纪，怀了头胎，万万得要仔细呀。皇娘无需操心，宫里上下都会仔细照顾好皇后这一胎。 皇帝重视皇嗣，哀家关心皇后，也是应该的。只是下回不要再闹出前日永寿宫那般事了。儿子知错了，劳皇娘费心。皇家以子嗣为重，伺候你的人还是要沉稳些的好。如今，皇后和嘉贵妃玉玺。 纯贵妃和婉嫔的年纪也不算小了，淑妃产后不调，余妃又久不侍寝，令妃和庆嫔都受责，这偌大的后宫，竟然没几个可以伺候皇帝的人了。这历年来，各王府都有挑人进来，各部也有进献女子，可儿子一直料在圆明园，没予理会。这些女子动机多半不纯。 没准儿。
还招个眼线入宫，是啊，谁愿意个个眼线在身边呢？皇帝登基后，不曾选秀过。如今后宫人这么少，天底下最顶尖的姑娘都该到紫禁城来，不是吗？儿子原本不想大费周章。 可如今想着是该选秀了，皇娘无需操心，这些事情户部还有内务府的人会操办，皇娘安心即是。若无事的话，儿子先行告退。恭送皇上。 福家，你瞧瞧。 这皇帝和哀家都疏远到什么份上？皇上疑心重，与其如此，太后倒不如丢开了手，颐养天年为好。到底是多年的母子情分，不想竟成这样。唉，这天子心性皆如此，谁又能奈何呀？ 下去吧。是。这每个人怀相真是不一样。淑妃娘娘遇喜吐得厉害，嘉贵妃娘娘遇喜精神奕奕，您倒不吐就是晕眩。可吃不下东西不行啊，为了腹中的龙胎，您多少也得吃一点。太后来看本宫的时候，说她怀着两位长公主的时候就精神不好，叫本宫多多静养。 皇后娘娘，于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了，快请。这，姐姐，快让我瞧瞧啊！这时候哪能摸得出来啊？都还没显怀呢。 幸好啊，姐姐在永寿宫无事，否则要是伤到腹中的孩子可怎么好？是啊，坐吧。姐姐，你这是太在意皇上，还有夫妻这二字了，才会生了永寿宫的事。好在你身体没事，该罚的人也都罚了。 不说这事儿了，叶欣，快把东西拿上来。是。做了这么多啊，做的真精致。自从开始伺候皇上，我就替姐姐攒下了这些，一年只攒一件，用最好的料子来缝，总想着这么做着做着，不知道哪一年姐姐就能有喜了。 真的多谢你有这样的心意，容佩，把她好好收着。是，现在就希望啊，姐姐能平平安安的生下个皇子，也好给五阿哥和十阿哥做个伴。妹妹，这是惦记起十阿哥了。贤妻王夫妻都是细心的人，我听说十阿哥已经逐渐好转了，妹妹也别太担心了。 我知道，易欢，吃个橘子吧。谢谢姐姐。你要吃什么？苹果吗？姐姐，你怀着呢，还是你吃吧。我吃不下东西啊。按你说来，朕的身体全然无恙。皇上身体强健，无需再请滋补之物。那前些日子，朕的精神不济，啊，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。 何况是血肉之躯，皇上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。只是有些人心急，拿了大热之物给皇上进补，只为的是一时之效。以微臣看，皇上只要静养几日，便能好转。难怪皇后要替朕生气。人人都是花团锦簇的热闹，唯有皇后，是让人清醒的冰雪。
微臣还有一事禀报。你说。微臣去贤亲王府见福晋照料十阿哥仔细，十阿哥现在身体好了不说，脸色也好看了，人也强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朕与十阿哥都无事，朕就放心了。江玉斌在，你得空多去给十阿哥诊脉，务必让这孩子赶紧好起来。